上好，稍等一下，你们吃晚饭了吗？浅看一下，对，浅播一下。你们现在听音乐声音吗？我在想，下班快乐，下班快乐。你好。我发现我昨天晚上还有就是做了罗宋汤吃完之后，我竟然连续吃了一天，我快吃吐了，我快吃吐了，整个人都不太好。然后我感觉我今天睡了一天。罗宋汤还有排骨，你最好是。现在有点心烦，为什么心烦？你今天晚上吃啥了？我来换首歌。好久不见呀，你好呀。我就是喜欢听成熟女人也可以听可爱的歌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然后换一首，不够成熟女人。谢谢天草的荧光棒，没有瘦是胖了。谢谢天草送给小贝俩荧光棒。哦，对，我爸爸也在看踢球，把他赶到他自己房间去看了，然后我在客厅直播。他也在看踢球，然后他跟我说不行，今天有踢球的。然后但是我就说把他赶到房间里去，我都没有看。我房间灯光是黄的，太死亡了，就是照的人太丑了。我发现我们家是厕所灯光最好看，我都想在厕所直播了，但是不太好。房间灯光不行，又是顶光又是黄光，就是直接丑到我不想直播，就是照起来感觉眼睛都照不出来，就是那种不太好看。看了一下灯光不太好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哈喽晚上好。李慧呢？呼喊李慧，不是小屁孩，是成熟女人。晚上好，你好呀。他骗我，骗我，不能骗我。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你们真假的李慧在显示，我不相信，他肯定没有在看我直播。换一首歌，为什么这里只有一部分？我们来听听。他真的在看吗？你那边显示他在看吗？李慧，李慧，李慧，你在看我直播吗？李慧，真假他走了，我不信你是不是骗我。但是我放假在家真的容易变胖。来了一下走，这个女人一点都不爱我。我在家真的很容易变胖，我现在很害怕自己变胖。怎么办？我今天都想去报个减肥班，我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减肥训练营，但是最近下雨天在家里跳的感觉会影响邻居。就是说，我今天真的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减肥训练营，我觉得我自己魔怔了。嗨，晚上好。就是，哎，一分钟我没算过，一百个应该没有吧，应该差不多。但是我跳绳还挺快的，我以前跳绳，我跳绳，我体育我800米是3分，但是也已经很慢了。以前最好的成绩是2分多。
我体育中考还挺高的，我三分上篮20几秒，但是也不好，因为没有练过。我中考居然没有报排球，特别难过。因为我后面转学回去的时候，我转学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只让选篮球，但是我排球打得比较好。我在我们原来学校排球能打好多，就是可以去考往满分靠近，然后就有点可惜。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不是不让选排球，是尽量选篮球。然后我当时觉得哭了，早知道我就选排球了，排球分会更高一点。不过你体育中考满分，真的吗？这么厉害？三步上篮，咔咔咔咔。我运动是还挺好的，但是跳舞确实不咋协调。跳舞确实不咋协调。我昨天看了一眼，昨天就是晚，就前几天晚上，不是昨天晚上。看了一眼，就是当时16期考核，不是考核，就是跳舞的视频，然后我发现我自己进步其实还挺大的，就是我当时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就能跳来，就是并没有觉得自己没有跳，但是我又看了一眼，现在看了之后，我发现我那时候真的跳的好不协调，怪不得陶总说我不协调，没有镜子。我当时跳那个，我们老师当时叫我们跳《恋爱告急》。我昨天，哪有就几天嘛？我确实好久没跳过。然后我还在想说要不要去，还就是放假的时候去学跳舞。我今天在想，我饿了。但是我更想减肥。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进步挺大的，我没有哭，怎么会觉得我哭呢？没有哭，瞎讲。其实我就是看着自己还进步，也是有进步的吧。就真的我都不敢，我都不好意思把我以前跳舞视频拿给你们看，就是感觉很搞笑，就是真的会笑到大牙大牙的那种，真的很搞笑，真的就是真的很好笑。林佳怡有我，当时是这样子，当时我们考核就是我们那一排跳舞不咋地的人，就是真的吗？我觉得哎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我还是很喜欢夏可林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当时跳的，就是当时最后一排，就是我们几个就跳舞不大好的人，然后就在最后一排跳那个什么，就是一首韩舞，是 BLACKPINK 的一首歌，当时我们老师教的，是15期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在最后一排，然后陶总就是。而且就是突然又加了一首歌，就是现场加一首歌，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练过。然后陶总就突然说让最后一排的人上来第一排跳看看，但是我就是因为那首歌我们都没有练过，临时加上去就很尴尬。然后我们就在前面跳，我当时看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跳的那个舞真的很搞笑，都不好意思拿给你们看，就真的很可怕。好想看，不会给你看的，真的很搞笑。我怕我给你们看完之后你们会惊叹啊，贝楚涵你现在跳舞进步这么大呀，天呀，真的是，真的，我现在都很想，我现在都觉得很搞笑。是吗？现在就有一个人在直播，等会我下播的时候可能就有人直播了，因为我浅播一会儿。我你们见证我成长的时候已经是我跳舞算就是正常，就稍微正常一点了，那时候是不正常，你们应该从我不正常开始见证。太好笑了，真的很搞笑，我还发过朋友圈，别人都笑死，真的太好笑了。不行，我真的很想要那段视频，我现在还想看到，我那段视频都删掉了，我等会要去问林佳怡要。
就很搞笑。慢慢养成的小贝，对，慢慢养成。以后如果我将来未来跳舞变好了，就是或者是我跳舞嘴巴在叭叭什么，我跳舞嘴巴在唱歌，我跳舞表情管理确实很牛，很不好，就是觉得如果将来，好的。就是觉得将来如果跳舞变好了，我一定会觉得我是个人才，因为再回看一眼当时跳的那个老师自己编的舞蹈，我就会觉得哎呦天，好好笑。被传一向沉默寡言，我没有沉默寡言，舞者不，我只奢求我先把舞蹈跳跳好，没有 不必舞王，就是把舞跳跳好。谢谢电脑的荧光棒，就是哎。好感叹时间过得太快，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年会没有去年有意思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换一首歌。Hello， 晚上好，你好。对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嘴巴闲不下来，所以叫北巴吧。嗨，你好。听点什么歌呢？我们来听这个吧。脖子，昨天晚上我醒来的时候，我肩膀好酸，超级酸，就是酸炸了，太酸了我的肩膀。然后我都怀疑我昨天晚上睡觉是不是压着肩膀睡的。你是不是落枕了？嗯，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去充个电，我手机没电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太好笑了，我刚刚去问林佳怡要那个跳舞视频了。真的很好笑，就是现在天上的荧光棒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视频要来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我舞蹈进步有多大，我都不好意思发出来，真的很搞笑。我真的是变化巨大，我觉得就包括整个人的长相。就是你们要懂，就是可能现在陶总看到我就会觉得你是谁都不可能不认识我。我那时候真的好土，就是我都不好意思给你们看。就是等会儿要是真的发出来了，就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就是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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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笑。等会儿让佳怡发给我然后我去剪一下给你们看，就是把我卫生间不是不让直播吗，我初中毕业了，不是幼稚，是真的变化很大，真的变化很大，很搞笑。你们就会感叹啊，被传跳舞原来进步这么大啊，太好笑。
等我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读高一，然后不愧上这次就很搞笑，就是能让你们这一年的笑话被这个舞蹈承包的那种。没有，我就是实话实说嘛，人要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去。没有，因为我休了一年学，是明年才有作业，然后我看我们班级的作业都是那种画画。中考多少分？我不告诉你，我中考，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你们等我一下吧，我真的很好笑，让我自己哎能看吗？边我还没看那个视频呢，让我下个播，然后把视频发给你们之后我再指好吗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等我一下。不是，听我解释一下。听我解释一下，我刚看了一个那个视频，我不是不想给你们看，是有点不太得体，不太得体，我怕我马上就上沙雕 bot，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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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怕我明天就已经是没有脸的了，但是就是不太得体。跳的，我刚看了一眼，好像不太能发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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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发了可能就会成我一辈子的黑历史，就很好笑。不不，真的完蛋了，发出来！我刚看了一下，本来想发的，没想到我现在看，我发现那么离谱。谢谢一个荧光棒，它就是有点离谱。我刚看了一下，这样吧，等天时地利人和，我很开心。我看完这个之后很开心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就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再发吧。就是太搞笑了。我刚刚不不不不不，就是发完之后就不太好，太搞笑了，主要是现在就是黄道吉日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搞笑了，就是说。截一点点给你们看，那就截个最搞笑的给你们看。等会儿，那我把那个我扭脖子的截给你们看。谢谢三娘和小雨仔一个荧光棒。我把我扭脖子那段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。我就截一段，好不好？我就截一段，求求你们了。谢谢一个荧光棒，就截一段，就是。说明我的脖子还是很好使的。对啊，我接我扭脖子那段给你们看，求求你们了，已经真的很好笑了。谢谢不想不可一摸板一个巧克力，就是。就是真的已经很好笑了，就是说我已经快被我自己笑死了。我刚刚笑的是从沙发笑到沙发底。等我给你们截一段，一定截好吗？相信我，这次不骗你们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好吗？现场就是
不可能，因为我已经不会跳了。真的是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真的很好笑。噔噔噔，放歌，稍微等我一下，我下播就截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们了，真的很搞笑。听什么呢？在写作业，好好写作业。小孩子就要小孩子样子，好好读书，好好读书。你好，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救命，我在选歌。等我下播就截给你们看啊，再稍等我一会儿，拜拜。笑死。天晴了，可以。你们是在跟我说拜拜，还是跟他说拜拜啊？你们怎么回事儿？这是怎么？会一点点，骂人的会。没有，我在跟他们说拜拜，好吗？真无语。你们好期待我下播啊，我真不懂。就有就有，我不听。有，我看我刚刚我发现了，每次说拜拜，直播间一大部分人都会出来说拜拜，不拜拜的时候，不拜拜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人说话。我真是发现你们真太期待我下播了，唉。我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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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听，不听，你们念经，还敢跟我说拜拜？没爱了呀！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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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听。我播到，看一眼时间啊，播到17:30，就给你们看那个视频，好不好？发现我今天黑眼圈好像消掉一点哦，因为我最近睡得比较早，除了昨天晚上熬夜熬了一下。嗯，多播一会儿，不，因为我今天还有其他事要干。对视频不感兴趣，还是拜拜吧。爬，你爬出去。什么事情？也许是。一个秘密行动，也许是一个秘密行动。就是跳绳嘛，那也不是。跳绳我秘密减肥计划也不是。就是粉色头发，我染完粉色头发，你们可能就觉得我是精神小妹了吧？我发现我这个人什么颜色都不行，就是只有黑色。就是要不然染啥都精神小妹。哇，我这个人就很精神。而且我有点想去把头发接回来，就是因为觉得头发有点短。你长得好像你同学哦，天哪，是我是长得，那你同学好看吗？短头发不好看，短头发显得我像金刚芭比，也不是吧，就是感觉脸有点圆，就不好看。我就是觉得长发好看。
说我长得像你同学，真的假的？你同学叫什么名字啊？他不会叫贝楚涵吧？真的吗？怎么老有人来跟我说我长得像他同学？就是我前几天的好朋友过来跟我说啊，我转学过去发现我们隔壁班有个女孩子跟你长得好像啊！天哪，天哪，真的好像！我从你旁边路过时，我都以为你转来我们学校了。你才长得像，真的吗？我班的同学找我来私班吗？只有好朋友知道。哇哦，那你朋友很好看，前女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好看，要长开了之后才好看吗？不好看，我对我自己其实很有容貌焦虑，就是每天有如果不为舞蹈的事情不开心的，就是 emo 的话，那就是在为研吧，你研吧。盐巴在这睡觉，你要打扰盐巴睡觉吗？你是，就是，就是。就是我很有容貌焦虑，每然后我有时候不开心，我就会跟慧慧说，我说谢谢 GGMCGRADYE 送给小贝一个红包，祝你恭喜发财。当时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就会跟慧慧说，哎呀天哪，我好难过，为什么我长得这么丑，我有容貌焦虑，就是每天都很有容貌。就是周围的人都很好看，就是觉得自己不好看。我希望我是一个美若天仙的美女。然后我其实这个人就很有容貌焦虑，我每天焦虑的事情有什么？有容貌，有舞蹈，就很焦虑。还行，公演那天都敢掀刘海很棒。你有看过我公演那天掀刘海？就是觉得希望以后我这我还想去哭一下牙齿，因为我感觉我牙齿有点凸，现在还是很可爱。不，我是成熟女人。小贝真的就是一眼看中了我最喜欢的类型。是你喜欢的类型？真的吗？不给看牙齿。看过，但是牙医说其实不是特别凸，就是说不建议去矫正，就是要矫正眼科，就是效果不大，但是我就是觉得要教一教，小孩子总是执着于成熟女人才不呢。啊，你戴过牙套吗？对，就是觉得，那我在想戴牙套脸会不会变小呀，就是变得尖，这样子的话既可以矫正脸型也可以矫正牙齿。你近视吗？我跟你们说我的眼睛天生不近视，就是天生不容易近视，就怎么看电脑手机都不容易近视。对，我还没有过智齿。智齿拔智齿很痛吗？你没有拔过智齿吗？近视以前巧了，我近视以前也是。不会吧，你不会也是之前不容易近视后面近视了吧？
好奶呀，你好呀，谢谢爷爷追求送小贝巧克力，终于收获的秘密。但听说拔智齿会瘦脸，真的吗？那我希望我牙齿长满智齿，这样子我就可以瘦。不行，不能这么说，那万一我会被痛死。你好呀，那也是，那就长四颗智齿这样子就行了，也不用长满嘴智齿，就长四颗吧，长了四颗，拔了四颗就可以瘦脸。我才不要拔呀！我拔也不会哭的，我才不会哭。但是我应该会很痛的想叫妈妈。我发现我还是挺耐，就是痛的人。就是昨天我去拆头发，哇，那是真的很痛，真的相当的痛。昨天就扯我头发，快把我扯哭了，但是不会哭，就是很痛，就是真的相当的痛。不打麻药，我之前那个牙齿坏的特别厉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打了四针麻药，打了四针麻药还是好痛，我就是很惨。打了四针麻药还是很痛，我当时都是怎么打你知道吗？就是拿那么大根针往我牙齿里面戳了四针麻药，然后还是好痛，碰都不能碰，最后真的是咬着牙不安了，但是我没有哭。小时候没有打麻药疼死。天哪，你小时候拔牙为什么不打麻药？晚上好，你补牙痛，我就是蒸，就是医生说，我天哪，那我打了四针麻药，会不会对脑子不好，不太好使？吃饭了吗，小贝？吃了，昨天到今天吃了两天罗宋汤，我快吃吐了。那我岂不是？那你小时候是多大打的拔的牙齿啊？天哪，那我打了四针，天哪！我当时拔牙真的很痛，现在挺聪明的。我不会，我这么笨不会就是，我这么笨不会就是因为麻药打傻了吧？就。应该不会，没关系，应该不是这个原因。但是我从小到大没有做过手术，就是长这么大没有做过手术，唯一生过最大的病应该是我小时候不怎么生病，好像也生病，但是我妈以前骗我，你们知道怎么骗吗？就是我以前不愿意贴那个退烧贴，我妈就跟我说你贴在头上烫热了就可以吃，是甜的，然后我真的烫了一晚上，真的很乖。然后我跟我妈说可以吃了吗，我妈说不可以，要继续贴着。你们妈妈有这么骗过你吗？真的很搞笑。你只要就对，我要去看喜羊羊也会太狼，我好想去看。没有啊，红包我都被我妈拿两个红包了，没事，那拿吧，反正我也抢不回来。你好呀。对呀，很无语，我妈骗我，她跟我说我就要看喜羊羊，成熟女人怎么不可以看喜羊羊，成熟女人就爱看喜羊羊。上海，你去看喜羊羊了吗？你看找他找，你看他也看喜羊羊。甄嬛传我最近在看如懿传，还有知否，我觉得宫斗剧好好看，就是我也在看，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在看知否。我是为什么？我是被张冉洗脑的。我记得我张冉在的时候，我看他经常看知否，然后我最近就一直在刷这个。我现在看到
喜羊羊应该会，现在你知道吗？现在动画片都更新换代了，就是感觉更立体了，就长得不太一样了。现在那个熊出没，还有什么夜萝莉、精灵梦、陈淑女、杨丞琳，还有那个熊出没都感觉不太一样了。对呀、啊，喜羊羊出新电影了，我要去看的。我准备。现在的一个娃娃，我们来听《世界好声音》吧，我好久没有跳了。天哪，我真的好喜欢！当时我学这首舞，其实是我学的最慢的一首，没有想到这首歌会成为我跳的最好的一首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还要戴眼镜，好想再跳一次《世界好声音》。还有6分钟，我就要下播了。然后我们晚一点再来播吧。我都在想，我最佳拍档跳哪首歌？你们比较喜欢？下一站是青色香蕉哦，不错。其实我们有几个选项，就是这个选项是能告诉你们的吗？为什么要问我洗没洗澡？你好变态。哦，那也行，给你们留点悬念。我们俩跳低烧，哪有人看啊？都没有人看啊。不告诉你跟谁搭档，我的粉丝都知道我跟谁搭档。不告诉你，跟恩童搭档。恩童16号来上海陪我，开心。张继红在想跳什么？不，我们恩童是瓜呀，我也可以做瓜好吗？怎么又是给你们一个学姐？救命！我前面是，我可以做瓜好吗？真是的，我瓜起来可不要太瓜，我可瓜了，你们就是不懂。我瓜，我是最瓜的。我没有刘海的话，我真的很瓜，信吗？算了，不信拉倒。啊！我衣柜里面马上扔掉，把那些儿童套装全部扔掉，换上成熟女人的衣服，马上惊艳你们！一柳在直播，一柳是不是在做蛋挞？我也好想吃哦。买皮衣，沈小爱有皮衣，问他借。还有4分钟，我把视频给你们看。小孩子偷说没有，我可以性感的，真是呸，不对，我可以成熟的，真是的。真是的，我要勇于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风格。不要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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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要，就不要，就不要。当然，我爸这几天都抓我去买新衣服，但是我没有，我不想去，我觉得我放假过年又不出去玩，我干嘛要去买新衣服？虽然觉得这是时候坑我爸的好机会，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懒得出去。这个脸成熟不像，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张脸可成熟，只是你们不这么觉得，就是对吧？仔细看还是很成熟的吧。等我一
我爸刚刚拿出来，他骂我，我要走了，我再见。他骂我，你好呀，你好，拜拜，宝贝们。他骂我坐在地上不冷吗？他说衣服吹起来呀，我冷啊啊啊！哦，什么新年的感冒了，到时候什么东西都吃不了了。我下播了，再见，再见。主要是我没有带支架回来直播，给你们看视频去了，拜拜，宝贝们。我多大了？我零几？我05。拜拜，一分钟，待会儿直播再来呗，我可能晚上再播呀。海浪的翻涌，拜拜，晚点见各位宝，拜拜。看我的头发，真的发尾都哭了，哭得很厉害，就是因为哎，气死。拜拜，一分钟还没有到，我们要有始有终，快点到，快点到，怎么还不到？晚点见，晚点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亲亲，拜拜，再见。